在做小练习吗？哦，很棒的尝试，奇力。怎么回事？邪恶的机器人消防车正在制造混乱。不好，现在到处都是粘液。糟糕，机器人消防车正在城市里搞破坏。奇克博士在那儿，他在控制机器人消防车。你必须阻止他们，是时候变身了。嗯哼。警车救援，去抓住他们。你就快赶上他了，他去哪儿了？小心。不，你现在要怎么办？弗兰克，请帮帮忙，超级卡车被粘液困住了。谢了，弗兰克，快点儿，有人需要帮助，声音是从那边来的。很快整个城市就会被粘液覆盖，别担心，安博，救援来了。你自由了，安博，做得好，弗兰克。但是超级卡车去哪儿了？小心，他在喷火。必须阻止他。有人有麻烦了。又着火了，弗兰克，快！超级卡车，你得找到邪恶的机器人和奇格博士，你必须在他们烧毁整座城市之前阻止他们。不好了，卡车宝宝们有危险。就这样继续。火势太大了，你现在要怎么做？你想使用 SD3000？ 好主意。水管套件，这应该能行。做得好，火就要熄灭了，加油，你们能做到的。这水是从哪里来的？是奇力。奇格博士在那儿，去拿遥控器。遥控器坏了，做得好。城市恢复了正常，大家都安全了。至少大多数都安全了。两位，你们是在为复活节寻找彩蛋活动藏巧克力蛋吗？真好，孩子们一定会玩得很开心的。啊，卡尔，出了点麻烦，有人需要你的帮助，你最好还是赶紧回家吧。沃尔特在糖果店帮佳丽做巧克力，但情况不妙，他有点不舒服，他看起来不太好，而救护车安博又不在。卡尔，你能帮上什么忙吗？卡尔，你能不能送点药去帮帮沃尔特呢？太好了，走吧。糟糕了，超级卡车，路上好像很堵。
怎么回事？他们到底在干嘛？哦，他们是在找复活节彩蛋，所以才到处乱钻。既然他们已经造成交通拥堵，超级卡车，你要怎么到沃尔特那儿去呢？您有计划了？啊哈！哇哦，超级卡车，你变成救护车了！好主意，有了你的警笛，所有人都会让道的。各位注意了，麻烦让一让，超级救护车有紧急情况。哦，沃尔特，你看起来很不舒服，不过别担心，超级卡车来帮你了。沃尔特，你病了多久了？今天都吃了些什么？啊？你一直都在帮佳丽做巧克力蛋，而且一整天都在偷吃样品。我的朋友，这可能就是原因所在了。嗯哼，来吧，吃点药，让你的胃舒服点，一会儿你就没事了。当然了，沃尔特，让我们看看你今天帮忙做的巧克力吧。哦，看起来就很好吃。沃尔特，当心！糟糕，融化的巧克力破得到处都是，这样可能有点危险。什么声音？好像有人要来了。是杰瑞，他开得也太快了，一旦沾到巧克力他一定会失控的。哎呀呀，杰瑞朝你们这边来了，超级卡车，想想办法呀。佳丽，沃尔特，别担心，超级卡车和他的安全气囊会保护你们的。准备好了，他过来了。哦，啊！超级卡车，你成功了，你拯救了今天的所有人。来吧，朋友们，沃尔特做了美味的冰淇淋圣诞，来庆祝今天无人受伤。杰瑞，沃尔特想问问你，需不需要加点巧克力酱？会不不，我吗？超级卡车，多谢帮助！各位，复活节快乐！哈哈，卡尔，好了，机器修好了，信号铃响了，有人需要超级卡车，我们走吧。卡尔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，家里本想教宝宝们回收利用。宝宝们把袋里用来做示范的垃圾弄得一团糟。你得去帮助盖里。啊哈！宝宝们，你们在做什么？盖里正想给你们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你们应该听他的。这样好多了。我们现在必须清理这个烂摊子，是时候变身了。
哇，你变成了一辆超级垃圾车，太棒了！让我们向宝宝们展示如何正确的分类垃圾。像罐头一类的金属放入金属箱。像这些奶昔这样的塑料则要放入塑料箱中。你也想打扫？好的，开始收集垃圾。小心点儿，宝宝，这是塑料的，不是金属的，知道了吗？宝宝，这个宝宝真顽皮。超级卡车，你得阻止他。这样没用，超级卡车，你必须使用工具 ST3000。抓到你了，让我想想，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垃圾箱清空，好吗？里面是有机垃圾，感觉就像坐过山车，是吧？哈哈哈，另一个香蕉惊喜。回收完成，好样的，宝宝们，盖里和超级卡车都为你们感到骄傲，下次再见吧。嗨，卡尔，嗨，凯莉，今天大选举，你们想知道汽车城的新市长会是谁吗？你们为之后的庆祝做了非常好的准备工作。哦，有人需要你的帮助，卡尔。是在市政厅的弗兰克，他看起来很担心，却快到宣布谁将担任市长的时候了。但是马蒂尔达和安博不在那里，看看这人群，可怜的弗兰克正独自站在那里。安博和马蒂尔达一向是很可靠的，卡尔，他们绝不会在这么重要的场合迟到，你最好去看看发生了什么。因为大家都在市政厅，所以这里很安静。他们在那儿。嗨，安博和马蒂尔达，你现在应该在市政厅。怎么了，马蒂尔达？你是在追罪犯，然后变得太热了？安博留在这儿照顾你，难怪市政府要选你们中的一个当市长。你可不能像那样开车，超级卡车，你能帮忙吗？一辆超级警车，太好了！你还好吗，马蒂尔达？高速追逐使你筋疲力尽了。马蒂尔达，凉快下来了吗？安博，准备好了吗，马蒂尔达？太好了，我们走。打开警笛，超级警车。到了，女士们，去和弗兰克一起。
现在我们来看看汽车城的新市长会是谁。弗兰克，能告诉我们结果吗？哇哦，超级警车，快做点什么。当然了，用 ST3000 螺旋桨直升机，快点儿，超级警车，可能还会继续有风，把结果吹得更远。快点，弗兰克，揭晓答案吧。获选人是马蒂尔达，恭喜马蒂尔达市长。谢谢你今天的帮助，超级卡车。恭喜你，安博，因为你总是乐于帮助他人，马蒂尔达任命你为市长助理，多好的团队呀。哇哦，太有趣了，宝宝想和你们玩捉迷藏，你们想玩吗？对不起，看来他们不想和你玩。沃尔特正在展示他的新回旋镖，卡尔，我们先不玩了，有人需要超级卡车。嘿，宝宝们，你们看见你们的朋友了吗？没有吗？这不太好，我希望他没有迷路。超级卡车，我们来调查吧。那是什么？不好，他要做什么？好险呀，看超级卡车在那儿，去追上它。不，这个宝宝加快了速度，宝宝们现在处境很危险，快点超级卡车，用 ST3000 救他们。做得好，超级卡车。看，他在这儿呢。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，宝宝？其他宝宝更喜欢玩游乐设施，而不是和你一起玩。现在没事了，但是你必须向其他的宝宝道歉，因为你把他们置于危险之中。做得好，超级卡车，你解开了谜团，拯救了这一天。下次再见吧，